市场销售由降转升，网上销售持续增加。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三点四万亿元，同比增长百分之零点五，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，环比增长百分之一点二五。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二十三点八万亿元，同比下降百分之八点六，降幅比一至七月份收窄一点三个百分点。